创办人法王圣尊莲生活佛，生法王座。这是师尊为所有新皈弟子灌顶，灌顶着灌顶着，师尊渐渐发觉，哇，人潮真的是太多了。大家可以看到满满的灌顶人潮，师尊正在告诉丹增，小活佛说要改成用浮尘灌顶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哇，竟然有这么多人要来皈依我们伟大的师尊莲生活佛。于是师尊拿着浮尘来一一给大家做皈依灌顶，所接受到灌顶的新皈弟子就按顺序起立排列，让后面的人陆续接受到师尊的浮尘灌顶。你看到这个影片，是不是也得到师尊的加持呢？接着师尊拿着香加持大悲咒水佛教文物，还有加持与会大众。你看到这个影片，是不是得到师尊满满的法流灌顶？我们感恩顶礼伟大的师尊。接着
师尊为大家赐授黄财神本尊法的灌顶，你可以看到现场大爆满，大家挤得水泄不通，真的是鱼贯而入，人人顶戴欢喜得到师尊伟大的灌顶哦。你看到这个影片，你可以观想师尊拿着浮尘也加持你，真的是法流充满。我们感谢伟大的师尊。